从我做起，使用零碳排的交通工具。出发。U-Bike 借用方法，进入 U-Bike 官网，点击开始注册，填写资料，绑定卡片后，就完成注册了哦。首先点击绿色按钮，感应卡片，然后就可以牵出你今天要骑的脚踏车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零碳排的雾峰之旅吧。台中市雾峰区为雾峰林家新建的房舍，由顶厝、下厝及来源等三大部分组成，建于清朝同治年间，原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传统民居宅地，总平面呈回字形，前后共有四进。在各代子孙增建下，目前雾峰林家宅园规模约为总面积15000坪，当前预主为下厝公保地、大花厅及草厝三栋建筑群落，以雾峰林家公保地园区之名开放大众参观。目前雾峰林家公保地园区由宗族所组成，同时归因建筑群所保留的完整度，或指定为宅地类国定古迹。雾峰林家花园名为来园，是雾峰林家顶厝的后花园，更是台湾四大名园之一。菇类博物馆是全世界唯二的菇类主题博物馆，是一处充实菇讯藏室的珍贵宝地。雾峰区从50年代开始，在全台从事菇类经济生产中独占鳌头，使得雾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菇类王国。菇业发展带动了全台菇业的蓬勃发展，以至于70年代得到“洋菇王国”的美誉。全世界大规模且品质卓越的生产农场就在雾峰区，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以上。雾峰区与台湾菇业密不可分的关系，特别精心规划台湾菇类文化馆，欢迎您前来参观。甘溪自行车道全长9.6公里，沿线有雾峰农会、林家花园、921地震教育园区、泉水杯生态园区、台湾省资议会、光复新村、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等著名周边景点。车道沿雾峰甘溪而建，可自由游览河岸风光。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是一座位于台中市亚洲大学的现代主义美术馆，又称安藤忠雄馆，为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在台湾的第一座建筑设计作品，和在全球校园中第一座美术馆设计。建筑主要以正三角形为基本元素，
是一座由三个正三角形组成的建筑物。地震教育园区在地震前是台中县立光复国民中学，今台中市立光复国民中小学校地。因车龙埔断层通过，地震造成操场部分隆起，也造成校舍及校园毁坏。经许多专家评估后，决定以光复国中校地为地震博物馆。位于台中市雾峰区坑口里，1950年代初期，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，为了防止战争时一次就将政府机关摧毁，把台湾省政府迁到台湾中部。1956年于雾峰建立的光复新村，成为战后台湾第一个新市镇。放那太多，对你太高了。好，注意再一次哦。不小啊。那我们就拍。啊，我知道怎么拍了。哇，然后太帅了。3、2、1，Go！从小出发，打造更好美好的新路线。随身碟一抽走，他就离线没得。我支持，我赞成，我
我认同。我愿意。我可以。我敢玩。我尽力。我希望。只能把手伸。圈圈，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走，看到，好，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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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这是。三、二、走。用零碳排的交通工具来体验家乡之美，耶！那个手啊，这样越出去就出去，就不要再进来了。用零碳排的交通工具来体验家乡之美，耶！那个手又晃出来，你洗的。再一次。